家好，我是刘平，欢迎来到我们的艾伦 CC。 那艾伦 CC 是在今年2022年我们台湾唯一成立的航空就业的英语学习的学院，希望同学继续支持我们过去刘平空姐学院，同时继续锁定跟支持我的艾伦 CC。在这平台上，我们囊括了20家到30家航空公司们的老师、空服员们作为他们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我们继续燃烧我们过去的热情。我们只做四件事情，请各位继续支持我们。一，我们提供大量的免费的应考的资料，免费的线上的解析的说明会，欢迎大家继续参加跟预约。第二个，我们做的是资讯透明化。过去航空公司考试有很多的良莠不齐的公司机构，很多的资料可以给的错误或是张冠李戴，让很多的常常搞不清楚，爬文爬得好。那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的资讯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在艾伦 CC 平台上面让它透明公开化。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英语教学为主轴，就是英语教学才是同学们制胜的关键。可是很多人只会多益的英文、托福的英文，可是对航空就业英文这块却是非常非常薄弱的。那我们当然也延揽了非常多专业的老师来跟各位分享，就业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哪一些智慧，就业的时候要考长荣、华航、阿联酋、卡塔尔，你必须要往他们的考试的应试的流程当中去找到你可以准备的一些范畴，包括智慧，包括句型，包括新闻包括这几家航空公司，这些应考的航空公司他们常常用的一些关键字，都在我们的英语的教学频道，各位都陆陆续续会来在我们平台上出现哦，请锁定我们的线上的教学学院的课程。第四，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深入，也就是英语学得很广泛，有时候在面谈还是不给力，所以我们深入到航空公司的长荣智慧、华航智慧、阿联酋智慧、卡塔尔智慧、新加坡智慧，那让这些同学考什么航空公司像什么航空公司的人，那这也是我们在艾伦 CC 里面可以将来可以看得到的课程。另外我们也增加了有关生活美学，为什么要生活美学呢？很多人去航空公司只知道英文好，可是有关红酒啦、咖啡啦、美食啦、健康啦这方面你该怎么样来告诉主管你是能够有自己自主管理、管理健康、管理自己的美学，这方面的课程也会在我的艾伦 CC 上面出现哦。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们艾伦 CC， 继续支持刘平老师，也希望在疫情之后所有的行业尽快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也希望大家有心想要仍然有航空热情的人跟我们一样，跟我们的老师们一起追寻的航空梦。谢谢你们支持我的艾伦 CC， 我们有机会到校园去，因为要校园演讲要记得邀请我们的老师，也希望可以跟各位年轻人跟各位的转业的朋友们继续能够接触，也锁定我们的 FB 跟我们的 IG。 OK， 好。